所以这个是藻礁的部分吗？我只看得到沙滩，没有看到藻礁啊。啊，比较是在干那边吗？对啊，就想说那边是开车过，就是、开车那边有地方下去的吗？以前有，现在乱七八糟，我就在那边走。你可以去看看。所以我们之前有来过，是不是？藻礁，那我们有照片，是不是？有风车怎么会有鸟啊？我说有风车啊。对啊，也没有食物。咻咻咻的声音。咻咻啊！